台湾作家九把刀的妻子周亭羽的57岁母亲疑似因为注射阿斯利康 AZ 疫苗之后产生严重副作用，打针之后4日猝死。九把刀今日在社交网页撰下长文悼念外母，话外母会安排在7月26日注射 AZ 疫苗，打完之后没有任何不适，但到了7月30日朝早，外母在手机通讯软件入面留言，话好恐怖 ，AZ 发作痛到背部抽痛，由背部往颈部开始劇痛，阵痛一阵一阵，痛到呕完，休息一下又开始阵痛，痛起来会要命，劇烈疼痛起来根本无办法喐。而到咗下昼2点几，周爸爸瞓晏觉醒咗，见到妻子以奇怪嘅姿势瞓喺梳化上面，觉得不妙，催前发现佢已经冇咗呼吸，最后喺送院前不治。九把刀形容外母健康强壮，只有胆固醇超标。佢喺文中提醒其他打疫苗的人，如果身体有任何严重不适，必须立即到医院求医。他又说已经将外母的遗体交送司法解剖，正在等待报告出炉。